我已经快掉了。哎、欸，你快做了都30个。在干嘛？没有。他在干嘛？排毒。排毒。Save myself。自救。为什么不拿风枪塞嘴巴，一边吸气一边放屁？超强排毒。塞嘴巴，然后吸气，然后放屁。我应该活下来了吧？我应该可以得救了。No， 说什么？中华民国国军的申报人？骆驼帝国军训练营。戒毒营。我不行，我手太酸。特别计划。哈哈哈哈哈！林诺说 ：“It's a prank。”什么？什么？他说什么？再会累吗 ？It's a prank， 听吸的根本不会怎样。甲本吸的其实根本没意思。你确定是甲本？甲本刚刚甲本。真的、啊？他吸的。可以这样吗？画出来就没事啊。画出来没事，惨了，我不会画。嗯，认真做。欸，如果他有甲苯，现在酸性的过敏酸甲溶液，你会吐出二氧化碳。No， 快去喷。欸，不用了，你的胃里就是酸的，所以你直接喝。喝过敏酸甲就可以。我没有喝。化学博士。No。欸，在做化学实验。做化学实验，看看人类吸入，人体吸入大家甲苯会产生什么反应？欸，不是有那个什么半数致死的样子？测那个啊，看有没有看江姐有没有一半的细胞死掉？看江姐有没有活到十秒？他刚那边喷那个漆，然后那个漆全部都是甲苯，吸入大量甲苯里面的甲苯。哎，我也分拍 ，no 拍。哎，然后看出来他是零二甲苯，还是尖二甲？哦，分这个。